嗯，欢迎 ，Welcome，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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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好 ，Hello， 俊你又见面了 ，Hello， 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龚俊啊，也是 JXG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今天很开心来到直播间啊 ，Hello，Hello。欢迎欢迎，来，我们边坐边聊。行，哎呀，好开心，又见面了。哎，又见面了。而且这次是在你的大本营啊。哎，是呢，这次是在成都啊。哎，成都应该也有些本地的朋友，是不是？成都的这个好吃的可太多了，啊、太多了。他我那个团队啊，就一直在今天化妆的时候就一直在聊，今天晚上要去吃点。下班老板请我们吃什么？他们吃啊，我回去见我家人啊。哦，是的，是的，他们去吃。是的，工作生活两不误啊。那首先你看今天啊，我们这个代言人进到我们直播间了，那品牌方先和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红包的福利啊，希望今天大家买的开心。哇哦，真好、啊。是的，那现在我们一起让这个运营的小伙伴来设置一下这个红包好不好？我们这样吧，五分钟之后啊，我们来下一场红包雨。红包雨，好不好？五分钟可以，可以、啊，可以。然后在这五分钟之内，大家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福利，好不好？哎，好，哎、也是我们代言人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福利了啊。那每次见到俊俊很开心，因为他状态很好，可以带动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开心，是吧？一整个元气上班啊，元气满满。对，有什么秘籍吗？嗯，有什么秘籍？对。哎呀，穿 JXG 的衣服就让我元气满满啊！是的，今天我也穿上了。是这样的啊、这个呢，平时工作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人吧，工作的其实这个态度啊，就是感觉这个氛围，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开心一起来、哎，就是，不然的话，工作起来会很累、啊。是的，就像这个穿衣啊，人靠衣装，你穿的好看啊，每天心情也会这个很好看啊，就像我们 JXG 的衣服啊，穿上去啊，整个感觉人心情都变好了啊，是吧？是的，穿的好看，然后有好心情啊，然后咱们互相影响一下，互相影响。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我心情好啊，我穿的也是 JXG， 对不对、啊？对对对，而且都是这个零压系列啊，零压系列。对、啊，所以我们上班就不沉重了，是不是？很有是是是是很有活力啊，很元气满满。对，哎，我今天也是元气满满。哎呀，我们俩好巧，今天穿的都是零压系列啊，对，而且一个是偏浅色的，像我身上这个是比较流行的米拉德，是不是？哎呀，你这个今年可太流行了，哎，就是秋天啊，冬天啊，都很适合。而且你这设计啊，它是这个衬衫的设计啊，哎，不多见啊，点题了，是吧？你看，一般大家觉得这个穿羽绒就很臃肿，很臃肿，对不对？哎，你这款零压系列就不会有这个烦恼，是吧？是的，而且就是你像我们俩都是南方人，南方其实很多城市都是没有供暖的。真的，对，成都就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哎，你像你穿你这种啊，零压的这种这么薄的哈，在家里面穿着啊，哪怕你穿，当然很适合通勤啊。是的，那你不通勤的时候，在家里面啊，穿咱们这个零压系列啊，这个也可以做做家务啊，不影响，完全不影响，是吧？是的，而且它三防，对不对？防水、防污、防油，是不是？做家务，或者说你看我们在室内办公的时候见客户。如果冷的话，你也不用说硬挺，把它脱了，这可太好了，是吧？就方便啊，方便，刚刚好，刚刚好啊，穿 JXG 刚刚好，是吧？是的，而且和我们的这个 slogan 也很搭。那作为你今天的这个搭配，你看我这是米拉德，哎，你今天这身搭配有什么巧思吗？给我们介绍。哎呀，我今天这身搭配吧，主打的就是一个这个冬日男友的感觉，开玩笑啊，就是这个很暖，很暖，是吧？啊。阳光开朗大男孩，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白色吧，这一身就感觉穿上去就很阳光，是不是？照亮他人，是的，舒服。哎，我穿这一身主打就是打光，打光，给你打个光，对对对，给我打个光，给你反光，开玩笑，开玩笑。嗯，主要是这一身吧，其实在冬日就很适合啊，看上去大家就觉得你很温暖啊。是的，而且呢，刚才这个也说了，它这个面料呢是三防的，是的，三防，还防油呢，对不对？对，防水、防油、防污，防污啊，做了这个聚水防油的这么一个处理啊，是吧？所以它是很百搭的。你看我们上班的路上，或者
或者说平时的通勤啊、哎、或者说我们这个在办公室以及出去见朋友都可以穿，哎，都可以穿，嗯，想什么时候穿是的都可以。而且你看这个一身的浅色，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可能啊，你这个、哎、你这城市是不是、这个、朋友可真温暖是吧，对，而且是不是落叶了、哎、光秃秃，但是你落叶了、啊、对，一走在路上就觉得哎呀很元气 是吧，看看穿着这身啊，这个去风景好的地方打打卡啊，拍个自拍也是很合适的是吧，对，自带打光板，就是这个街上最亮的仔和女、啊、自带给自己打光啊，嗯，是吧，是。那好，那大家如果说我看现在看到这个弹幕都在刷好看啊、哦、如果有想 get 我们这个俊俊同款羽绒的话，谢谢、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毛衣或者裤子、嗯、现在我们啊运营小姐姐给它置顶好不好，把我们的链接置顶一下，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拍啊、哦、因为现在我们双十一期间嘛，大家就不用犹豫了啊，不用犹豫了，简单又得体又百搭，而且还好穿啊，不怕脏、哎、你看这个白色一般大家都觉得哎呀很容易脏，但我们这个三防的面料大家就放心穿，哎呀简直太好搭了、嗯、你想想单拎出来这种啊，像这个啊，我这个卫衣这种啊，这应该叫卫衣吧，对，算是卫衣，然后呢这么直接这么穿出去也很合适、嗯、像搭个牛仔裤也很合适对吧、哎、很百搭的颜色，这个叫卡其色，是的，深咖色吧，深咖色的裤子也很合适、嗯、怎么搭都不会出错，是的，是吧，而且你很百搭啊，这裤子也很百搭，这个是个什么面料的，这个类似的灯芯绒加棉，也是我们这个灯芯绒一种，就是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一种面料、啊、自己的黑科技啊、哦、的面料啊，所以穿出去也很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总之就跟我们 Jack Sheet 的这个 slogan 啊，刚刚好的风格啊，是完美契合的，就是刚刚好啊，对，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反复说到了，好好工作才能好好生活、嗯、是，那我们每天把这个衣服啊把自己捯饬好了就会很开心，那可不，嗯，穿出去啊都好看啊，是吧，是，都好看，穿出去也好看，大家看你啊心情也变好了是吧，诶，这小伙子今天怎么这么帅啊，原来穿了 JXG 啊哎呀，全球品牌代言人真厉害，对，因为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就是说现在上班的这个话题 啊是，就是你怎么看待上班这个话题，哎呀，上班这个话题呢、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是必须要的对吧，对，每个人都得上班，都得上班啊，每个人都得上班，对啊，但最重要的是呢，上班啊，每天上班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有个很好的心情，刚刚我们也说了、啊、是的，穿这个戏啊、嗯、这个先不说了、嗯、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己每天要开心嘛对吧，对，就是每天这个心情啊，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大家找这个有这个放轻松的方式啊、嗯、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打打游戏啊，比如说像我、哎、啊自己健个身什么的都是很合适的，一定要累的时候啊要劳逸结合、哎、对吧，劳逸结合要注意平衡，要注意平衡、啊、而且现在我们上班的场景其实也很多 啊不仅仅是一定要坐在这个电脑桌前对吧，啊有很多种啊，你像我们现在也在上班对不对，哦是是是是是、嗯、哎还有比如说啊、有些要出去跑业务啊是吧，嗯啊、要经常通勤啊，是的是吧，自媒体啦、啊、自媒体啊，是吧，嗯，什么各行各业的人对吧，大家现在上班的环境也比较多元，那我们这个 GXG 啊满足各个工种的需要，是的、啊、是吧，我们的衣服怎么样穿出去都百搭、啊、都可以啊，让自己 fashion 来 fashion 但是也要注意场合是不是，啊要注意场合、啊、就见什么样的人啊，出现在什么场合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哦、哎是啊，你说要是我今天见你啊穿一个老头衫那也不太合适、啊、哎可以啊哎呦，什么不可以了？直播嘛，是吧？照顾到我们粉丝朋友们，粉丝们更想让我穿，就日后吧，日后我们可以安排。啊，再说啊，再说再说，此事在意啊，此 GFC 有背心吗？这个一会儿就告诉你，一会儿再聊。可能等明年我们再相见的时候啊，凉快点那个暖和点的时候，暖和点的时候是啊啊，秋冬咱们就今天这个零压非常好。对对对对，粉丝肯定会这个担心我不要让我着凉，怎么可能穿背心呢？是不可以，冬天怎么会让我穿背心？不可能的事，对吧？还是要保暖啊，是的，保暖起来。对大家那么多的支持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晚上也准备了很多一些小小的互动，来共同和大家玩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呢，来分享一些我们关于时尚啊和穿搭的一些心得，没问题。好，那首先进入到我们第一个互动，干什么？第一个互动，咱们就浅浅的来热身一下。就是现在不是正值双十一嘛？哦，咱们就来一个那个十一连拍，好不好？哦，什么意思？那就是那个表情包啊？
哎呦，你怎么 Q 出了后面的加码？我们就先来一些正常的拍照。十一连拍不就表情包吗？还是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现在啊，准备好这个截屏，你们谋福利的时候到了啊。所以我要干啥呢？自己随便摆，站起来一下。我会给你一些这个命题 啊，命题，还有命题的。对，对，所以接下来因为你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嘛，大家平时都是要上班的啊，上班的。所以在这个工作群里面啊，尤其是那些没有自己老板的工作群，大家经常会用一些表情包哦，用一些吐槽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啊，表达情绪的一些，表达自己的情绪。对啊，开心不开心的都有，所以给大家来贡献表情包了啊。啊，行。OK， 那我们先来一个帅气一点的啊，前面四个比较简单。首先第一个，上班出门前。上班出门前。对，出门前的一个状态。哎呀，活力元气满满是吧？哎呀，来捯饬一下，捯饬一下啊，这衣服啊，可以啊，活力满满，照照镜子啊，哎，帅气帅气啊，帅气的一天，出去工作了，对吧？然后呢 ？OK， 好，第二个来，职场精英。职场精英，嗯。就是那种老板很喜欢的，每一次交功课都交的特别早的那种啊，一整个自信啊。职场精英要怎么拍啊？关键这东西就是那种啊，这么拍吗？很昂扬的感觉。哎，职场精英嘛，对吧？对，坐在这儿啊，气场就可以了。气场啊，气场就像我正好要，哎，不对，哎，我现在正在播的《我要逆风去》啊，哎，就是职场精英啊，职场精英，看着投资人啊这么一坐啊。就用自威啊，不怒自威，用我的气场告诉你，啊，镜头啊，对，告诉你今天工作完成的很好，我值得被投啊，我值得被投，不是我去投别人 ，OK OK， 是我投别人，哦，你投别人，是别人投我，好 ，OK， 好，那我们赶紧来切换一下啊，刚刚是精英，现在切换到入门小白啊，入门小白，对，战战兢兢，入门小白啊，刚刚面试成功的那种。怎么不能战战兢兢？哦，不能战战兢兢 啊！一定要有这个啊，一定要有入职哈，不能怯场。哦，咱们就是说工作啊，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啊，嗯，咱们对待工作啊，一定要有自信的态度啊，就跟我唱歌一样，哎，自信放光芒啊，昂扬。比如说面对老板哈，看着专注一点啊。就是啊，就是这个温暖的看着他就完事儿了，但是不要放电啊，哦，就传达一种积极的情绪，是积极的情绪啊，工作啊，工作嘛，对吧？好，就是要自信，你不能这种很怯场。哎，学到了，学到了，是是啊！关于工作的分享啊，大家好好的来，就是学习一下。哎，好，再来一个霸道总裁。又可以扣一下角色了，这个二职场精英有什么区别啊？就可能要更霸气一些啊，霸气一些，对吧？嗯，霸气侧漏。为什么霸气就要脱衣服？霸气不用脱衣服啊！哎，就这么霸道总裁嘛，是吧？好，所以走到哪儿都是自带气场。哎，这么，今天就是这么来视察工作了啊，就这么看啊，看看这个同事们啊，工作的怎么样啊？指点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哎，好，坐。好的，好的。刚刚就是简单的办公室的几种状态啊。那接下来真正要进入到这个表情包拍照挑战了啊，接下来这种就很有画面感了，大家真的可以来复刻一下啊。嗯，那现在我们完全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哦，对，上班族。行，那接下来根据我的关键词来做一些相应的表情和动作啊，来动起来啊。好，第一个，周一上班的状态。哎呀，周一上班的状态啊，尤其有可能那一周还正好碰到了这个调休啊，要，哎，连上六天班的那种状态。我的天哪，我敢说啊，啊，啊，不说了吧，就是我敢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可能有点打不起精神，哎，是不是？有可能是，哎，尤其是刚刚嗨完了一个周末，啊，有可能是刚刚出去玩了之后回来，哎，是吧？是的，假期综合症那种，可能有点啊，对这个工作哈，就是可能有点还想玩，是吧？嗯，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对。来吧，那个专属机位，没关系啊，工作啊，不怕，不要怕啊，今天就好好的完成它。你想一想啊，周一过完又周二周三周四过完了，不就周五了吗？是不是，这个心态好，是不是很有道理，朋友们，这个心态好，啊，无论你上班啊还是上学的，啊，听好了，啊，冲冲冲冲冲冲，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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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很好，这个思路不一样啊，但咱们就是一个正面，是不是，啊，正面回应他，你工作和学习你迟早都是要做的，是不是，你周一不是办法，周一多做一点，周三周四就轻松一点。 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把工作前置啊，哎，而且不喜欢拖到最后，
一样，哎，真的卷王是不是？对，我们是卷王，就是到最后会很紧张，哎啊，我也不喜欢欠着啊，心里感觉玩也玩不踏实，就是说心里那么多工作焦虑，还不赶紧完，先完成了再玩，不好吗？是不是？心态好，心态好，学到了 啊，玩的时候好好玩，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来，那直接我们切换一个情绪啊，第二个。周五下班了，什么？周五下班了，周五了，对，要下班了 啊！我直播结束了，拜拜，直接走了，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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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这个直接出话来，朋友们录个三秒钟的屏啊！刚刚这个完美的诠释了大家这个周五下班的状态。后面客户都担心死了，刚才真的，刚刚怎么回事？心提到嗓子眼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好，第二个表情包顺利完成。好，接下来，在老板发任务了。老板发的任务一个又接一个，老板发任务了，对，而且是不停的发任务，是正常的任务呢，就是在我工作能力之内的呢，还是说就是给我堆积了很多任务？小工啊，老板发任务的时候管正常不正常吗？什么意思？就是他发任务不会考虑你那么多的时候的状态，啊，不会考虑这么多，根本不管你能不能应付过，先给你发了再说，哎，对不对？经常碰到这样的老板，我真的服了，是不是？这是这个时候啊，就要用我最爱说的啊，哪种最爱说的什么？哎，我真服了，真服了，可以是啊，但是呢，老板嘛，毕竟是发工资的人 啊，也不能多说什么，对。只能自己啊，服了服了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哎，你再命个题，老板发红包啊！可以，开心了啊！手速赶紧抢，群里发红包了，赶紧抢！自己加题了可还行？可以可以可以，刚刚这两个可以对比一起使用啊！好，下一个，什么意思？好，做了十版方案，然后老板说，哎，什么意思？第一版还不错。什么意思？就说你做第一版，老板觉得不行，让你又做了十版、第二版、三、然后呢，他又觉得第一版还可以。对的时候，你是会有什么样一个状态？你说这老板脑子，不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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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老板啊，这老板挺好啊，对，挺好的啊，挺照顾员工身体啊。就是老板很会锻炼人啊，就是挺会锻炼人的啊。这咋说呀，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对，所以可以用表情来表达一下。嗯，好，就是啊，这个什么叫什么又不是礼貌的微笑，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礼貌又不是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只能对老板这么说，对，是吧？刚刚那个非常好，配上这几个字儿，完美，真好。好，接下来来了，我们职场中啊，偶尔会出现一些让人无语的事情啊。无语的事情就是比方说有同事给你甩锅了，同事给你甩锅了，我天，这可行？对，这怎么能行？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给甩回去，甩回去，甩回去，还给我甩锅啊？哇，这个太好用了，朋友们，直接给他甩回去，甩回去，不要犹豫，直接给他甩回去，对，保护。甩回去，你们这提词器没写好的，给你甩回去是吧？比如说你是那个同事啊，砸你，砸你啊，砸回去啊，砸回去，砸回去，好，特别好，客串了一把同事啊。好，接下来，祝你暴富啊！这个对客户表达一种，哎，这个太好了啊，恭喜发财嘛，是吧？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哎，这好，过年都能用啊，恭喜发财啊。就抢完这个老板的红包，然后可以哎，祝老板恭喜发财，是吧？啊，老板的发红包了，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来，我们下一个，给自己加油，给自己反向的，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反向的加油打气，对，是吧？对，我的心里只有工作，我一点不累，我不需要假期那种啊，真假的？那还是不行，太卷了，对自己身体不太好啊。但有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些人和工作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这样的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才能把心中的那一枪啊摁下去，是吧？是吧，你懂的啊。哦，懂的，我懂。对对对，怎么办呢？哎呀，加油，你是这个最棒的啊！加油，这个你是这个公司最靓的仔啊！加油，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棒啊，真棒，你真的很不错，哇，好的，接下来我相信这些表情包够大家用到这个快过年的时候了啊，大家好好的珍藏一下。该发年终奖了是吧？恭喜发财，老板恭喜发财。就直接把那表情包甩到群里发给老板看看，看看老板对吧？到底给你发多少？看看老板啊怎么说啊？行啊，那这个满足了大家的
表情包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就是我们品牌方呢非常有心的在我们这段时间征集了一些我们俊俊粉丝朋友们的一些很想了解你很关心你的一些问题啊，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问答环节好不好？好的。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吧，那个比方说你的衣橱，大家对你的衣橱衣柜非常的好奇，怎么了？里面最多的单品是什么？卫衣啊，卫衣最多啊、嗯，卫衣，我就是平时爱穿卫衣，就是生活的生活中，嗯，为什么呢？哎、这个很方便啊，方便，或者是这种款式的啊，这种叫我不知道叫什么款式啊，就有点像衬衣呢，但它也是这种感觉，有点像卫衣，就是两者 polo 型的衬衫的啊，衬衫，嗯，这个也很百搭，就生活中哈，不管是这个和朋友私下吃饭啊。然后呢，又是去工作，穿卫衣都很合适，嗯、啊、是吧？就方便也很舒服啊。这就有一件卫衣，这种圆领的也合适，或者带帽衫的啊。对，帽衫和圆领啊，像这种的，拿出来啊，像白色的是吧？这种也很合适，很百搭，很百搭。怎么穿出去？啊、或者你里面哈想斯文一点哈，就搭个白衬衫，哎，或者你买个露个领子是吧？对，露个领子，嗯、或者你买个别的颜色，搭个白 T 啊，也都很合适，是吧？是的。很百搭又很舒服啊，很百搭。OK， 咱还是很注重这个实用的，对不对？啊，是最重要的是实用嘛，买身衣服对吧？又可以上班，又可以私下见朋友。好的啊，然后下一个问题啊，去 KTV 必点曲目，这个我也很好奇。KTV 必点，我很久去 KTV 都没很久没去 KTV 没怎么唱歌了哦。我喜欢那个周杰伦、李荣浩，然后呢还有王力宏。然后呢？但是他俩王力宏和周杰伦的歌都太高了啊，哎、只能唱李荣浩老师的歌，稍微对我来说要低一点啊，只能唱李荣浩老师的歌。比方说必点曲目呢，有年少有为什么的吧，嗯，是吧？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这首歌唱过太多次，唱太多次了，又来唱一下。没事。好，下一个有没有最近看的不错的影视作品或者电影？给大家分享一下。哎，我忘了。哎，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哎，最近有《曼达洛人》。曼达洛人，但我上次说过了啊，在飞机上经常，因为前段时间经常出国，然后飞机上就看追完了《曼达洛人》三季，特别好看。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星战》系列啊，《星战》系列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嗯。充满了想象力，是不是啊？充满了科幻的想象力，那个宇宙飞船咻一下就，这个是穿越过来了，跨过来了、哦，一下就出来了。说到这个影视作品，不是最近大家非常关心一部你的新剧啊？哎，这可以提一下，是不是？那可不，哎呀，我要逆风去啊！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爱奇艺和东方卫视啊正在播出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咱们可以展开聊一聊，是不是、啊？展开说说，展开说说，说啥？就是你这次，比方说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在这个塑造角色的过程中？哎呀，这个，哎，因为他这个人呢，嗯，是个非常就是刚才说的年少有为的投资人、啊、嗯。然后呢，他对于投资或者是在自己工作事业上这一块是非常严谨的，一丝不苟，哎，绝不会有半点的这个含糊，感情方面的哦啊，很公正不阿的感觉，公正不阿、嗯、啊，这个人就是说一切以公司利益最大化啊为这个自己的原则，嗯，但是呢，但他碰到了一些人之后啊，就是碰到了这个女主之后。然后呢，他的这个感情观和这个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嗯啊，然后呢，这个是个成长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对、哎，心路历程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心路历程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就是有点遗憾的是呢，啊，这个剧里面啊，剧里面这个前妻哈，他这个也不是遗憾吧？嗯、前妻他这个人呢，有点太直了啊，有点就是说。对于什么事啊说的太直白，就是说一针见血啊，这个人就是不留一点情面啊，嗯啊，就是有点一根筋了，一根筋了啊。而且我看到现在已经播出的或者说一些花絮啊，他的这个穿搭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考。嗨，
那是不是唯啊？说到这儿有点遗憾是 GXG 啊，那个时候啊拍的是前年的事儿，那时候还没有找我啊，哎，有点遗憾，有点遗憾，以后有机会啊，以后也就在我的剧中啊穿 GXG 啊。对，而且他的一些穿搭，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单品，像大衣什么的，我看在里面有很多。哦，有很多，是他都是大衣西装三件套。对，而且投资人嘛，要见人嘛，穿的要体面一点，是上班的时候。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开我们这个购物车看看有没有啊你们喜欢的同款，对不对？ GX 有很多这个休闲的西装，上班也很合适穿。是，无论是上班休闲是吧，都可以穿。对对对。好，下一个，平时发自拍会自己 P 图吗？没有。没有啊，以前会啊，三四年前会吧啊，然后现在没有。都要是要修的话，确实照片肯定都要修一下。嗯，然后呢会给工作人员修啊，不是我修，挑挑这个哎脸啊，是最近是不是胖啊？哎呀，然后呢这个色调啊得挑一挑啊，是吧？但我看其实平时你的这个，比方说微博啊什么一些公开的东西，有一些是自己就是捕捉一些生活的瞬间，哦、那些是自己的。哦，那个风景照是我自己拍，然后呢滤镜也是我自己稍微调了一下颜色，但基本上也没有大改。对，因为我看你其实去工作或者旅行的时候，自己都还蛮爱记录生活的。啊、对对，是我爱拍一些风景的那个美好瞬间、嗯、啊，美好瞬间。而且巧妙的跟自己的工作照或者说一些他拍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哎、大家很喜欢。是的，是的，是的，嗯、因为小爱好吧，算是小爱好，嗯，记录生活，平时的小爱好，嗯。好，下一题，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在聊天的过程中，啊、会啊，我会用自己之前的角色，最常用的是哪个？最有之前的戏就用最近的，哦、然后，今年就老用那个叶呗，安乐传，对、啊、对，韩叶那个角色、嗯，那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是他有很多无语的表情啊，然后呢，就是粉丝做的，我经常从网上下载下来。加到自己的微信表情包里啊，很适合，比如说发给同事吐槽啊，对对对对对啊，什么的就很合适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积极的来创作和贡献，是吧？我们都会用的啊，很有意思。好，下一个，俊俊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这个问题一听就是什么意思？我们粉丝朋友们，就是哎，你的很多粉丝朋友都说要把你带走，把你装走，把你背走。用麻袋把你扛走，所以他们就会问你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扛得走我、啊、我真的谢啊。真的栓 Q。我真栓 Q 了。喜欢栓 Q 色的麻袋，你们别想了。所以我还要选我自己想被什么样的麻袋给扛走是吗？这个很好啊，这个问题反问你们，来这个弹幕去回答一下。可以不选不。可以可以可以。选个透明色的。我还可以。呼救呼救啊，求救求救，就是智商足够高的话就能看到这个麻袋了，透明色的、啊、透明色的、嗯、对。来，我们下一题，我们下面，冬天会不会穿秋裤？会，怎么不会？为什么不穿啊？冬天会穿秋裤？当然要穿，身体最重要。嗯，对吧？对，万一这个老了之后风湿了怎么办？哎，是不是要保护自己？这很严重的这个问题啊。是的，大家这个尤其上班人一定要注意是吧，一定要注意保暖啊！一定要像我们今天 GXG 的零压系列啊，就很合适啊。对，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你看冬天来了吧，是吧？啊，也不厚啊，穿出去这个版型设计也很时尚啊，就很百搭，是吧？对，很好看啊。而且也可以选择我们 GXG 的有一个 3D 打印的羽绒裤，对，也可以推荐。3D 打印的，是的，是的，是的，也是轻薄又暖和的，对。这个比方说，对。安排格外冷的时候，大家就去滑雪啊，或者说在零下好几十度的时候，就穿那个搭配秋裤，那个有点厚，是不是？对，更保暖。哦，那今天是的，今天没有在这个现场。对，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观奇啊，自己去选购一下啊，最近也是很划算的啊。给我安排一下，听到了吗？听到了，给我安排一下啊。嗯，如果可以有这个时光穿梭机，你会想最想回到哪一年？啊。嗯，其实没有多大特别想，或者说哪个瞬间回去的哪一年，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没有遗憾就最好了，对吧？哎呀，万一回去了，这蝴蝶效应把自己未来给变了，是吧？啊、嗯，万一怎么样？不是说现在的我很满意，我不是说我满意现在的我啊，我的意思是回去之后这一切都变了，周围人也变了，这就很糟糕了，是不是？对吧？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我这个人吧，不太喜欢后悔啊，做我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对，男残大丈夫，敢做敢当，对不对啊？是吧？对，反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大家珍惜当下，对不对？是，珍惜当下最重要。嗯，下题，如何保持少年感？哎，对这个问题，少年感，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哎呀，而且我觉得他无论是看起来和心态啊，都是一种很少年、很阳光的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嘛，哎呀，就要说说，哈哈。首先啊，要把自己穿的这个身体最重要，是吧？不能得病嘛，对吧？啊，是的，是的。感冒什么的，这些绝对不能，所以要穿的保暖一点啊，是不是，健康，对吧？啊，健康一点。然后呢，要把自己穿的开心一点，是不是？哎，你打扮的好好看，自己心情也好，心情好了，自己就变年轻了，是不是？然后就把开心传递给身边的人，对，再把开心传递给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变年轻了，是不是啊？对吧？这不就很好吗？大家好，都好了，对呀，非常好，好的心态啊，大家一起来学习，是吧？好，下一个角色，比较想尝试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不一样的挑战吗？下一个角色，未来吧，对，就是可能我。选戏的方向都是这种不同的角色。以后可能会尝试一些就是跨度可能会更大一点的。但是呢也会去选择一些可能之前涉猎过的一些剧的范围。像古装啊这些，我上次问过他们那个民国，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市面上的剧本在找我们。然后或者是电影啊这方面都去考虑啊，未来都会考虑涉猎。就是尝试不一样的自己啊，不一样的自己一定要这个打破常规的束缚吧，不能在舒适圈游得太愉快啊，就尝试不一样的人生啊，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哎呀，心态好。来最后一个啊，就是大家可能也是很关心你的这个行程和身体，因为行程比较繁忙，是吧？有时候时差呀，包括睡眠时间可能不足，你怎么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这工作都是排好的。就说，如果是行程非常赶的时候呢，只能抓紧一切时间的去休息，因为这些早就定好了档期，对吧？你不能说是啊，不行了，自己今天很累，你要迟到很久，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早退啊，或者是把这个工作先那个。不做了，这是不行的，因为大家都准备好了，对，问题，对吧？工作毕竟是工作啊，怎么调整自己，就是每天抓紧时间休息吧，没有办法，迎难而上，对吧？而且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是吧？运动，但是你要是工作太多了，就不建议运动，因为这个东西的话，运动太多了，你如果健身太过于那个强度大，就会真的损耗自己。在工作状态会说不定还会更严重，你要是得病了的话所以还是要做好一个平衡啊。对对对，好，那接下来聊了很多你们关心他的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持续在我们的这个官博或者说俊的微博下面留言，我们都会看到。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一个干货了啊，一个挑战啊，代言人我们要一周通勤，要来穿搭挑战一下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穿搭挑战，对，因为知道无论你是在剧里啊还正式场合啊，造型都是很懂搭配的，是吧？咱上了那么多封面，走了那么多秀了啊，所以今天很多我们的这个品牌的粉丝啊，包括俊俊的粉丝都是上班族啊，所以通勤以及周一到周五的穿搭对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平时是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就来一个周一到周五的穿搭，好不好？周一到周五的穿搭，你有什么好的这个规划想法吗？对，周一荧光绿，周二芭比粉，周三多巴胺起来了，周三那个什么蓝，上次穿了很黑，很显我黑的那个什么蓝啊，各种这个饱和度高的，开玩笑，开玩笑，五颜六色，就是刚刚说的一个是就是让大家开心的一种感觉，开玩笑的，对。但这样吧，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出三个不同的场景啊，干什么？对，然后我们就一起给大家来选择不同的穿搭，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点开了我们的购物车，觉得哎都很好看，具体怎么搭可能需要一些指引。指引，对。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周一好不好啊？周一怎么穿？周一你看，而且我们现在身后已经准备好了一些我们现在最近的一些热销以及新品，对。所以周一你看，我们就是刚刚周末休息完，是吧？准备元气满满的迎接工作。就是我来搭配嘛，这辆车是吧？是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套周一的这个上班穿搭。瞅瞅啊，对。
周一嘛，对吧？周一啊，周一，周一，因为周一吧，我说说啊，我的这个创作理念。好的。因为周一呢，有可能是这个你玩了之后回来，对吧？是的。周一很多时候，周一都是需要开会的。哎，对，例会、例会、小组会，各种各样的同事、老板。哎，是的，是不是？嗯。啊，所以要穿的就是稍微偏正式一点，对吧？哦，正式一些，要得体一点。哎，要见那么多公司的这个同事，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吧，周一这个，我觉得这个衬衫很重要啊，衬衫，衬衫干干净净，是吧？衬衫。因为呢，你如果把外套脱了，留一个衬衫呢，也还算是这个正比较正式。是的，开会的话、嗯、是吧？可以的，衬衫选好了。哎，因为他这个那个，因为 GXG 有一些这个休闲西装，是的，但他今天没有拿来。哎，我觉得呢，大衣也很合适，是吧？对，因为秋冬了嘛，冬天来了，是吧？兼顾到通勤、哎，这个也很舒服，这个面料很舒服。哦，真的，看看这个细节，大家，而且、哦、这个名字，它的剪裁真的很简约。然后，但是它的这个版型，啊，因为我之前试过啊，是的，它是一个广告，然后呢，羊毛的双面呢，哦，羊毛的，它这个版型又很 fashion， 就是很时尚，不会落后，对，就是你抖一抖，啊、不会落伍，它是、啊、它是很、哦、很有型的那种，哎，对，而且也保暖啊，也保暖，对吧？就这么搭啊，好的。然后呢，裤子搭个短裤吧，搭短裤，开玩笑，就太时尚了，就这个了。就这个，因为一套色系，哎，对，这个色系是 OK 的，这是一套的这个秋冬的这种色系，哎，非常好。你如果不想搭这种颜色裤子，搭个黑色，黑色裤子也可以。其实那牛仔裤也合适、啊，是不是？其实合适的。这样，我们就这样吧。搭出来了，我们让这个模特小哥哥上身为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很对，很暖。我们先拿到这一边去。好，来，没事，我不用。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我们在这个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再给他搭一套好了。刚刚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呢子的外套，还有衬衫，是啊，这是周一啊，正式一点。那比方说，现在时间来到我们的周三或者周四啊，已经经历了两天的这个工作啊，可能周一周二过完了。对，嗨，一般周三是比较难过的，是不是？周三就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周三是处于一个中间的位置啊。是的，就大家过完周一周二，可能工作比较多啊。对，就上周堆积的一些工作可能都处理了，有点累。是的，是吧？嗯，要换个心情啊，要换心情，让自己呢就是换种这个跟之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是吧？是的。那我觉得吧，啊，周可能需要、啊、周三、周四，哎，我觉得需搭一点有点颜色的，有点颜色的，是不是？这样上身的话呢，感觉哈就哎心情不一样了，这个就很年轻，哦、是吧？哎，这个叫是不是叫牛油果绿？哎，牛油果绿是的。哦，这个穿起来就很年轻，而且给大家看看这个细节，它是这个小方格。哎、哦，小方格啊，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啊，它很保暖啊，保暖性很好。它是棉衣还是羽绒啊？它这个应该是棉衣哦，棉衣啊、嗯，但它很保暖，是不是？哦、看看哦，羽绒的是不是，这是羽绒，对，它因为外面的这个面料不一样，啊、它其实里面是羽绒的，哦、羽绒的、哦，那它很保暖，是吧？那这样的话呢，啊，我觉得吧，里面就搭一个白色的吧，是吧？而且你看它不怕皱，它这个面料、啊、它不怕皱，就你上班，啊、你比方说搭一个这种半高领的，对、啊，我们可以照着给大家看一看，照着看一下。半高领的，半高领的这种内搭啊，这个叫半高领的，这个叫棉衣、啊，是的，是吧？啊，就很时尚啊，很时尚。而且呢，脖子不会没有脖子。哎，是的，是的，很提气。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哦。要是你买的太高啊，脖子就没了，就这样了 啊，是的，脖子就没了啊。这样的话，哎，这个、真的很好看，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这个。脖子这块还是下去的，所以能看到脖子啊。而且它也是一个衬衫款的设计，跟我们身上这件、啊、对不对、啊？它就是很适合在我们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哎，办公室的时候、哦、啊，这个裤子吧，我想想啊，这裤子的裤子，你看，你像我这样搭黑裤子也是好看的。哎，其实哎，你这条裤子好看耶，我觉得。对，我刚刚就跟你说，哎，它有设计，你这个裤子很好看啊，你这裤子有设计，是不是？我要穿走了啊，还缝了两条，还有缝两条边，对。哎，我喜欢这条裤子，这条裤子大家可以去拍啊，可以去拍，这样一套也很好看啊。我们换一种，你或者搭这个是不是也行？哎，对，你看，因为那条卡其不是拿走了吗？是吧？对，而且你说这个，哎，周三大家要轻松一点，其实也可以。但是搭那个这个牛油果绿呢，搭卡其其实蛮合适的，很好看。好看，要不让那个模特啊，模特一会儿我们模特、哦、第一套来了。模特，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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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有请登场看看，我们这个拿到后面去。来，有请。
给我们模特小哥哥一个单人，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对，哇，是不是好看吧？是吧？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职场精英，职场精英周一来了，啊、他还自己配了一条领带啊。是的，可以，可以，可以啊，这挺好看的。你看，这样是通勤，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大衣去了啊，我们现在。对，我们把大衣脱了一下，啊、对，开会了，开会了，就给大家露一个上身。旁边，哎，你看也很适合。啊，你看看，对，啊、拿在手上，我们再你看这样搭一下。啊，哎呀，下班了啊，拿在手上，下班了，多好。这个这个成功的投资人来了啊，可以可以。哎，其实我逆风去里面很多这种色系的搭配，是吧？是投资人就也这么穿。是的，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这个、啊、职场精英。是的，非常利索干净，利索干净。既然谈事啊，一看这小伙子，哎，精神，精神利索啊，就靠谱，靠谱是吧？我这个项目交给他，啊、放心。主打一个靠谱，哎，不是那种就是穿的，就是很啊，抠抠搜搜的，邋里邋遢的，就是很乱乱的，乱乱的，给人一种靠谱的感觉、啊。是的，好，谢谢谢谢。我们接下来去尝试一下下一套啊，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哎，要不裤子别换了，对，裤子就先穿这个也行，就这么搭吧。对。搭一下那个，不用啊，那个牛油果露真好看，那个、啊、那个衬衫，对，我之前穿过哦，而且它的那个材质，比方说你放在办公室，放在椅背儿这样去靠它，不怕皱 啊，对，不怕皱哦，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有些就有些的那个裤子衣服特别容易皱，然后你到下午再去见客户的时候，出门哎，结果，坐个公交地铁啊，这手一放就皱了，这个很那不行啊，这个、对，你看我们这个全新的系列就给大家考虑好了这些点，考虑好了这些，对，因为你看我们上班族要应对很多场景啊，刚刚说了我们的公交，是的，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和外面的这个温度的切换等等等等，都给你们想到了啊，所以刚刚我们分享这个经验都是可以很适合大家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再来看看，对，在他试的时候我们看看第三套了啊，第三套了，对。比方说，你看我们周一、周三、周五，哈，马上要周末了，周五朋友们不穿了，周、又走了，又走了，快给我回来！周五又出话了，朋友们。哎呀，周五嘛，是吧？啊、嗯，对，可算周五了。对，而且周五啊，这周五有安排。哎，这周五得和朋友们去泡个温泉。哎，就可能就自驾了，滑个雪。哎，出门了。是吧，我们出那个去远方、哎，下完班我就直接走，特种兵一下，一刻也不多待。哎，啊、这个时候我们穿什么呢？主打一个保暖啊，直接穿着去了。你看看，哎呀，这多厚，哎，这个保暖、啊，哇，这个好，你看看，这个非常穿着出去玩啊。而且看一个细节，没问题，没问题。刚刚说了，我们登山如果说去那个露营，它这个地方给你做了一个收口。哦，是这个可以防风，是不是？对，你的体温就会牢牢的保存在里面，哦、看到没有？它防风，是吧？而且它这、啊、对这个很好。哎，这个就很合适嘛，是吧？而且还有帽子，真暖啊，这个是吧？你一戴啊，帽子再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担心你着凉了，是不是啊？是的，下雪也可以。而且它同样是防，而且它还是一个半的，哎，就是那个这个叫什么中长款是吧？是的，是的，中长款啊。对，我们这个还可以中长款是吧？兼顾到我们的腰、兼顾到大腿啊之类的什么地方、啊？是的，而且它的这个表面也是这个，纹理。这个肌理的质感啊，肌理的质感、啊、同样是防水、防油、防污的一个面料、哦、啊，那很舒服哎。是的，你像我这个拍戏哈，穿这个也很合适。是的，这样一照安排、啊、背词儿的时候稍微保暖和、啊、休息一下。安排。那里边呢？因为我们这是你光想下班了、嗯，我们周五还是要上班的呀。没有裤子了，是不是？今天就拿周五的白天怎么办啊？白天。对，还是要工作的，你不能白天我爱穿卫衣，是不是？对，那就穿个卫衣吧。我把这边都选完了。周五也没有那么多会了，是吧？是吧？穿个不一样色儿的，不一样色儿。因为你穿白色儿的话呢，就有点搭啊，哎、有点重叠这个颜色。是的，来点不一样的感脚色儿的，这样就会显得有层次一点、啊、哦，是的，但它都是一个色系的，一个色系的。嗯，那你看这个，这个衣服它就是有稍微黑了一点，比这个外套。然后呢，你就再搭一条黑裤子，刚才那条黑裤子，哎，就有层次。哎，就是我现在这样一身，哦，看到没有？完美，是不是就？哇，我现在抱着它都能感受到它的保暖，它 是真的很暖，很暖和 啊，这很暖和。好，主打一个完美，可以，这个我们也拿下去，嗯，让他们试一下。哦，来了，我们小哥哥第二套来了，哎，第二套很青春，上场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第二套就很青春了啊。哦，真的，你看这个周三上班就没有那么难过了。哎呀，是吧？展示一下，哎、对，还有一个细节、啊，背面也展示一下。哎、不行，等一下啊，嗯，你回头的把这个领带可以去掉。哎，是的、啊，不是领带，这个皮带啊、没事，现在不用去掉，现在不用去掉，是不是有点大、啊、这个裤子？
要大的话就先不去，还真是、我建议大家、对，把这个稍微弄出来一点，把它遮住一下，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了。因为这套不太适合带这个皮带，是的，不带皮带会更好。你要是穿一个叫偏西裤的对啊，这种休闲休闲的裤子，就直接带一个小皮带啊，这套就不太适合带皮带啊，建议大家啊。但真的我觉得穿上这个你周三上班的时候就觉得你给身边人也带来一种很轻松是吧、也是很暖的感觉。怎么变得这么青春阳光啊对对对是吧，好的，小方格的设计还有这个颜色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我这款女生也可以冲的、因为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系列它是 unisex 的，是都可以的、对，而且女生穿可能稍微大一点 oversize、周末也可以穿、对吧，这款很好看啊，所以就一个尺码是吗，你可以选，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去选。好的，谢谢，我们一会儿去尝试一下我们的第三套啊。合适的，合适的啊。是的，你看，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周一、周二、周三啊，周一周三、周五，其实我们有很多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大家也可以点开我们这个购物车去看一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搭配啊，还有其他的搭配。是的，而且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啊，离我们现在这个，一会儿要解榜的这个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前三位啊可能还会一直在交替，所以大家你们的在线时长啊以及我们分享以及我们下单都可以影响到我们这个最终的结果啊。没问题。是的，那我们等待这个搭配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那其实我们还可以搭出一些周末的啊，周末的周末就可以更轻松一些，对不对？周末的感觉是吧？对，包括其实我觉得咱们身上这两款我觉得是很百搭的，无论是平时上班、对，和周末去休闲，这两套怎么穿都行、是吧？这两套其实怎么穿都很合适啊，而且这羽绒服就是很百搭，要不我给你试试，你给我试试，你穿上这个也很合适，因为你穿这羽绒服也很合适，是不是？好的，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是吧？好，其实也可以的，试一下，哎。这也很合适嘛，而且咱们的这系的这个配色就是很百搭，说了百搭还不信，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哎呦，一穿、这个尺码稍微小了点啊，变成短款了，这个尺码稍微小了点，但也很精神，哎，你看有层次吗？有层次，是不是？哎，你看我这套是有层次的，要再大一个嘛就好了，对，是不是？然后我这边就是变成一个比较休闲的 oversize 啊，是吧？对吧？出去见人见朋友，我这个大了一点，你穿上 oversize 是很舒服，很舒服。而且里面比方说再冷的话，穿一个厚一点的毛衣也可以，穿厚一点的毛衣，哦，对，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啊，好看的，好看的，完全没有问题。哎，真的很百搭。你看我这个羽绒服，它这个领口这儿还做了这个这儿。加长了一点的设计，是的，就是你、对你不搭围巾也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很贴心啊、对，如果是买回去要骑个自行车啊，骑个电瓶车、骑摩托车什么的，是不是也很合适？哎呀，太贴心了！是的，我们骑个小电驴，要是这个通勤的时间啊不长不短的话，特别合适。兼顾各种情景。是的，大家赶紧冲啊！我觉得这个白色羽绒服我种草了，是吧？很好看，很好看。然后看看我们啊，脱下来了，可以看看我们的内搭。同样很好看，比方说现在我们在办公室了，乖巧的坐在这边开始码字了，是吧？开始打字啊！你比方比较冷的话，这个东西往腿上一罩，是不是？你比如说啊，你打完字了，现在在 KTV， 你看啊，我这身啊去 KTV， 这个把这个啊去 KTV 嘛，是吧？这个扣子可以解开了，是吧？这么敞开，其实露出点脖子，很时尚啊。跟同事啊喝喝饮料啊喝喝小酒什么的啊 KTV 唱唱歌啊也很休闲，袖子这么一挽、我刚刚看到弹幕上有人提醒我更年轻了、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羽绒服、这样一系也很好看，是不是？真的，我们就去比方说涂个布啊野个餐啊，是是是是，看到没有，冷了就把它穿上，很好看、OK， 我们的第三套穿搭已经来了，周五的再次给大家回顾一下、周五的、来了，哎，真的也是好看啊，好看，就很适合刚刚的场景、我们下班之后就可以去特种兵了。对，这个羽绒服呢就很实用，是吧？是的，就是不管是你要是过年什么的啊，见个亲戚朋友啊，穿上也很实用，因为它是个中长款的，很保暖的这个羽绒服，而且你看它布面很精密 面料很厚实，是面料很扎实啊，是吧？对，温暖不挑人。温暖不挑人。好，大家要是就是在这个购物车里面还有一点犹豫的啊，刚刚看到我们这几套穿搭，大家真的不用再想了，直接去冲就对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优惠时间也不是很多了，一会儿下播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啊，大家赶紧冲。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小哥哥，谢谢，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全球品牌代言人，真的从他的这个搭配到实用程度啊，以及生活场景都给大家完美的来就是叙述出来展现出来了，大家直接 copy 就对了、啊、好不好，谢谢大家，是的，好，那其实到了这个点啊，我们也 Q 到了啊，就是我们这个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每次跟你相聚的时间都比较少啊，哎呀哎呀，直播接近尾声了啊，首先要感谢我们的龚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分享和福利哦。谢谢。那在我们告别之前呢，我们回到开头的这个福利要揭晓的，那就是我们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过的这个助力榜福利。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一会儿呢会一起倒计时几个数，我再次来公布一下。哦。啊，我们啊排在第三名的获得的是我们的代言人亲笔签名照一张。好的。第二名的话呢是我们现在身上的这款同款的卫衣以及亲笔签名照一张。好的，第一名的可以获得什么东西？刚刚这一件羽绒服是吗？对，很好看的羽绒服、啊、一件羽绒服是吧？对，同款。哎、啊，不好意思，勾住了。哦、对、哦，获得这一件衣服哦，以及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哦，以这个划算啊！羽绒服还加签名照，对、哦，是的，这福利很大了。那还可以，我还以为只有羽绒服没有签名照。有的有的，我就心想第三名是签名照，第一名是羽绒服，我们是叠加的。哦、嗯、哦，原来这样啊、哦！对，现在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然后我说一下规则啊，我们的这个品牌的 JXG 的官方微博会在三个工作日之内把一会儿我们截图的这个、哦、这个结果对公示出来，好不好？待会儿直接带走，待会儿必须带走。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倒计时五个数，好，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咔嚓！好，就以这一秒的结果为准，恭喜啊，这三位朋友。然后具体是哪三位呢？我们在三天之内揭晓啊。好，那今天再次要感谢我们的龚俊。然后在离开前有什么和大家分享的话？嗯，哎，这个首先呢，非常感谢来到这个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啊，谢谢大家一直守候在这里啊，看我们俩唠嗑、啊然后呢，也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相聚啊，这个冬天也来了嘛，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呢，做好保暖，然后呢，不要感冒了。啊，祝大家每天上班都有个好的心情啊！也谢谢大家这个关注我们 JXG， 也谢谢大家关注我，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龚俊，大家也一定要去多多支持我们龚俊的新作品，哎、谢谢多多打 call， 谢谢，期待你更多优秀的角色和大家见面，好不好？谢谢，下回见啊，下次见，对，下次见，下次见了，好，拜拜，那我走了，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